听说这个奖呢是粉丝们投了整整一年的票为我赢来的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动。新的一年呢，我也会继续的努力，对得起你们的支持，拿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也希望粉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。最后呢，谢谢明星权力宝。非常感谢明星权力宝为我们颁发的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奖，我们是 TFBOYS。